11月8号，因为心脏病发喺屋企逝世嘅许冠英，今日喺沙田宝福纪念馆出殡。许冠母、许冠文同埋太太、许怀恩同埋外籍太太、许冠英初恋女友孙宝玲、许冠杰同埋太太等人先后到场。戴黑帽、黑超、着住黑色衫裤嘅许冠杰神情哀伤，步入灵堂嘅时候全程不发一言，但系仍然向记者摆手示好。灵堂布置以素色为主，许冠英生前最中意鹰，所以灵堂多处亦都摆放咗鹰嘅摆设。许家为咗唔受骚扰，借住传媒进入灵堂采访，并放置屏风遮挡。有唔少圈中人为许冠英送上花牌，包括陈百祥同埋黄庆秀、成龙、张学友同埋罗美薇夫妇、史嘉燕等人。许冠英嘅灵柩上边摆放咗白色嘅花束，由许冠英嘅契仔 Oscar 捧住遗照步出灵堂，去富山火葬场进行火葬。火葬仪式完成之后，阿 Sam 同埋太太首先步出，阿 Sam 嘅太太一直拭泪，而阿 Sam 就搭住太太嘅膊头一齐坐上七人车。许冠文寻日接受访问嘅时候话，会按照阿英嘅遗愿，将骨灰撒落大海。